身體力行，服務社群，凝聚師友，提升師誉。壇會是熱心運動，為我獅子會服務旅程做好準備，就好像跑一場馬拉松比賽，參選第二副總監就好像報名參加馬拉松賽，但未取得起跑的資格。5月5號區聯會中，需要大家投我支持一票，我才可以正式落場參與領導303區這場馬拉松。接住下來還會有很多不同的挑戰，為我們父母這個宗旨一直去跑，跟我跑馬拉松一樣，要有熱情和無盡的毅力。但我在獅子會的服務又點止42公里呢？